那我们中国电视公司最近马上要上档的一部戏，就想赖着你啊，这部戏啊，今天很难得，男女主角都到现场来了。由于男主角啊，外形高挑啊，然后呢，帅气逼人哦，英挺俊秀。所以呢，导致了难以捉摸。这个时候，没想到我们的女主角呢，啊，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提起这位女主角，目前我们可以说亚洲少女团体里面呢，这三位的组合呢，可以说是已经把地球踩在脚下。其中又是今天来到这一位，也就是这部戏的女主角，最近呢，经常对团体频频做出叛逆背叛的行为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呢？他是为了酬劳去拍这个戏，还是为了倾倒于男主角的风采呢？可以称得上是，哎，怎么就抱在一起了？是，喂，你快来欢迎这位巨星 Miss Ella。老乡，我安好久没见着你了。哎呀，我思念啊！大娘，怎么着？人家讲大娘会越长越缩，怎么你大娘越长越高了？因为今儿个我穿了鸡骨鞋。哎呦，这叫鸡骨鞋啊！啊，对，用鸡的骨头啊，特别细啊。哎呀，那你看看我的去皮鞋了，你看看。对，你是剔骨，我是去皮啊。我们都很搭。我现在要访问 Ella 都有一点压力了。为什么？已经不是过去访问你们三位 SHE 的时候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变啊，我还是你的老乡啊。那个变是人家感觉不出来的，就像我刚刚要介绍男主角的时候，就有距离的感觉。不会啦，人家跟他相处就知道了。哎，我节目已经开了7年了，你知道从白色巨塔我就在等他。哎呦，我都没有来，好不应该啊。给我面子，他就是嚣张，他就是嚣张，这个叫嚣张，对，唱秋很嚣张，我们是，我们是不敢讲他嚣张啊，我敢，实在是，好，你敢啊，我跟他很熟，管他的，真的是，你胆子真大，那你今天要好好帮帮我的嘛，我一定会，这部戏我刚刚已经讲了，你到底是为了酬劳呢，还是你是为了要，一清方泽呢，啊，哎呀。其实呢，这个答案我自己在家里想了很久。哦，我之所以最近这样频频离开 F4， 讲错了，讲话已经有一点语无伦次，这就是已经证明了，这部戏的名字就是你想赖着他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还是他想赖着你呢？绝对是他想赖着我。好。呀，是很高兴你们新戏啊，在这个中视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又是另外一个这个领域的表现，哇！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把男主角也请来了，好，是真的哦，是真的哦，言承旭先生。董磊，来，快点见过我的老乡。哎，你看看。要他伸手还要 Ella 这样拉，没有啦，没有，这样子不公平啊！这样你要把我也拉一拉，因为我们每个男人都要有一点再一次。好，言承旭，那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来，好，是啊，好，预备，进来，欢迎巨星言承旭。这个，哎，不要演了，这次要换台。今天主持人不好做了，为什么？霓虹路客上马路哟，哎呦，啊。嗨，很多日本迷啊，所以你要用日本话跟那么远啊追到台湾。啊，みんな、お久しぶり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愛してる、愛してる。有泰国的，有马来西亚的观众，新加坡。萨瓦迪卡，哎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你看，德里马卡西，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，哦，连三碗猪脚都在我们现场出现，泰国的，안녕하세요，안녕하세요。哦，很上面的哦，啊，
香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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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朋友，讲香港话。好耐冇见，多谢晒，多谢晒。啊，这部戏到底是？我们想先透露一点嘛，就是就想赖着你，他到底这个剧本导演当初的时候是以女主角要赖男主角，还是男主角就想赖着女主角？其实是，其实我觉得是一开始是女生跟女生在一起。没有乱讲，是一部这样的戏，是断臂山这一类的。不是啦，我要好好介绍一下。哎，你们失控啊！容我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戏。好，结巴了。这个戏其实就是真的是男生赖着女生的感觉比较多，就是啊，男生赖着女生。是这样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就清楚啦，这样就清楚啦。那其实我在戏里面是演一个就是家道中落的那个千金，然后我就很努力的要打工，然后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就进到他们家做他们家的保姆，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，这样子。哦，是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他在里面真的很可爱，就是。因为比较少在台湾，所以其实对他认识真的不多。可是后来跟他合作以后，才发现说。真的，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幸福，有这么好的。哎呦，他又在告白了啦！哎呦，他一直告白，飞哥。而且他都很爱一直告白，你知道前几天他跟那个记者讲说，他唱那个主题曲的时候，他是唱给我听的，他都没有跟我讲，然后他就一直隔空告白，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是不是？那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假戏真做，真的有可能哦？没有，我们是好朋友啦，好朋友。可是我刚刚看贤成，没有，他眼光比较高啦。哦，他都喜欢像怎么样？哎呀，你不要乱讲话，我告白嘛。哎呀，好可爱。他比较喜欢毛多的。没错，毛多的。好 man 哦，飞哥，其实我一直想要跟你讲句话，就是我很羡慕你，真的，真的吗？就是觉得你很粗犷，哇，男人味。其实有很多广告找我拍，真的，我实在是就拒绝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粗，有很多那种壮阳的广告，而且我就想什么药酒，对，咋不能被用？安全好。假 GB 啊！哦，因为那个，我们两个最近可能打算会接一支，我就接一支。好嘛，你们真的啊，要搞笑了。这部戏我相信一定很好看。